game 100. 你中文说话。我赢了 one。哇，我削的铅笔这么尖。哦，这么快削的，有的笔不好削。好了了。你喜欢这个 sound 吗？喜，你有别的 sound 声音吗？只有这一种。只有这一种声音吗 ？The other question is too， 那个另一个太难了。你试试看。它是 monkey。输了。对，我输了。哦，老了。一个 life。好了。又输了一个呀。干啥？我的手这么累。That's why it was epic. You got it broken. 对。不要 press too much. 对。哈哈，你是不是老削？你都知道该怎么削了。Yes, I broke my record. 哇，破纪录了哈。你不要太使劲，对吧？我好像有100支铅笔要削。但老师真是老天天削铅笔，太不好玩了。Mrs. Campbell 也要做，他给我们 Mirado Black Warrior。他给你什么 ？Mirado Black Warrior。哎呀，哦，我都削。Don't think it's a terrible pencil. 啊 ？Don't think. Hey.我这个是 Mirado， 但是真的特别好 ，Black Warrior，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只有特别。我 destroyed them. Because I just gave them a lesson. 我给。我姥姥，你一下子就这么棒。以前在 tenth place 吗？现在一下子就上第二名了 ，Gosh。Invincible. 你不说，不说别人的名字。It's、没关系。Invincible. 什么 ？It's invincible. Invincible. 你为什么在？削铅笔。你觉得削铅笔好玩吗？是，我有这么多铅笔要削。你知道吗？你们每一次上课，都把铅笔唰就给用坏了。然后妈妈每天要削铅笔。一个人。这个苹果好吃吗？
这么多钱，放到酷啊，这么棒！你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吗？你觉得还有比妈妈更棒的妈妈吗？我觉得不可能。OK。削好的铅笔藏起来，要不然往下用，就特别好的学生才能用到。OK， 你现在在玩什么？你要出去玩吗？这么好看的口红，不用这样发金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那个什么，iPhoto， 你先。iPhoto 一下。OK，Keep photos。OK， 好的，不在，等我一下。